大肘子啊，家人们啊。嗯，真烂味。哇，上点料，猪皮卷。看看这是啥，熟食下海螺、鲍鱼、海兔、八爪鱼、爆头、对虾、生蚝、皮皮虾，应有尽有。马上开直播，先来口粥。羊头，连环子的交给。
爆汁养眼。脆骨，脆骨，最近特别喜欢吃这个烧烤料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妈妈，嗯，你这啥？
今天我们吃这个扣肉拌的这个贵州宽米粉。这个拌的还有油泼辣子，其他放了一点陈醋，还放了一点老抽。好吃，拜拜。今天吃铁板鱿鱼，
铁板鱿鱼。培根金针菇麻辣鸡翅，来，鸡爪。甲鱼还能这么吃啊？Wow.
能给我点吗？是吧？这个大杂烩什么都有，肉，鸡腰，叫鸡肾，哎，这是鸡腰，对。